原标题：嫁衣太宽大怎么办？父母告诉小女儿，你姐能穿，让她嫁吧。说起贾母这个人，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印象，但如果说告诉你她的姐姐就是贾南风，可能很多人眼前的画面感就很丰富了。不过千万不要受贾南风这个悍妇丑女形象的误导，她虽然长得只算普通，但和姐姐站到一起的话，就已经算是风姿绰约的美女了。